Hola, cracks, ¿qué tal? 欢迎来到阿多啊，教你课本上学不到的西班牙文。今天阿多啊，要教你们还是要讨论一个最近很热门的话题。台湾最近最热门的话题就是马吉欧小姐殴打司机。马吉欧，你不乖，你真的很不乖。那我们要用马吉欧的话题来复习一下一些已经学过的内容。哪一些内容呢？第一个就是 Qué fuerte, Qué fuerte, 好夸张，好夸张。这件事我一听到，我觉得这个太不应该的，就是 Qué fuerte。那第二个呢，就是 La has cagado, La has cagado, 就是你完蛋了你。Maquillo, la has cagado. 嗨，第三个就是你们的功课，你对 Maquillo 的事情有怎么样的看法呢？我们要问 ¿Y tú qué crees? ¿Y tú qué crees? 那你觉得 Maquillo 会发生，对 Maquillo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你都可以留言。Muchas gracias, cracks.